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rry、哦、我们刚刚已经出了海关了，我们现在等行李。那我们在等海关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到其实可以办快速通关的，所以我们回台湾之前呢，我们再办快速通关好了，先去理行李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办好了登机。那在登机呢，在仁川机场的第一航下呢，是在 H 这个地方呢去办这个所谓的 SES 快速通关。所以呢，我们待会过去 H 呢去看一下位置在哪里，然后呢到底好不好办。Let's go。OK 呢，如果你在 H 呢，它这个后面这个，它的国际机，它的那个仁川机场的移民的中心，它就在四号这个登机的那个入境口的这边。那你要离开韩国之前呢，你拿你的护照，台湾护照，然后进去，只要打开你的护照呢，让它去扫你的指纹跟照片，最后呢，你会得到一个贴纸，这个贴纸，那你就可以快速通关，你不用排队。下次来韩国。也不用排队，超方便的，建议大家来办。OK， 那我们回台湾喽，拜拜，呀，拜拜。机场还有人在表演这种阿里郎。